大家好，我是阿七，今天10月20号了，我还在辽宁阜新市的新丘区啊，在这边等快递。下午的话，快递员给我打电话了，他那个刚好，其实今天能到的，但是他忘了带，所以又得等到明天早上，明天早上能带到这边吧。唉，不然的话，其实今天晚上就可以把东西装一装，明天早上就不需要再等了。现在的话就是明天早上还是要等去拿个快递，没关系吧，反正明天肯定能拿到。现在的话去拿一下昨天晚上买的菜啊，要做个饭了。离我昨天下单的那个店大概有200米吧，直接走过去吧，东西比较多，可能要分两次。我帐篷是搭在这里，然后这边就是卫生间，挺方便的，所以在这里住了好几天。旁边还有一个大的篮球场。你好，拿一下那个团购的菜，团购的菜就在那个筐里面，这筐里。哪个框？先拿了一个24瓶的水，还有一个5升的水。下午的话已经温度下降了。昨天买的东西挺多的，拿个大袋子，然后刚刚已经把水拿过来了。挺多的，尖椒、洋葱、黄椒、生菜、香菜、火腿肠、萝卜、鸡蛋、纸、蘑菇、土豆、哈密瓜。装了一个大包啊，一直在这里拖过来了。早上的话一直在帐篷里面剪视频，然后又睡了一觉，现在已经到下午的4点钟了，3点多吧，去拿了点东西，4点钟了。刚刚还是打赤脚去的，老板还问我冷不冷，先穿个袜子吧。得先把那个锅碗瓢盆洗一下。哇，烧得有点烫。刚刚把它洗了一下，然后现在把它清一下就可以用了。都是用开水啊，烫一下，消消毒。先把这个米给它泡一下，泡一下好煮一些，不然每次都感觉煮的有点生。就这样，泡一下。动手啊，真的。今天菜挺多的。
还挺多，然后每样弄一点吧。我们炒一个巴树麻辣香菇，这么大一盒蘑菇，一次也吃不掉，稍微弄一点吧，根给它去掉。这个要洗的话，直接放到锅里啊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一起给它在锅里洗一下，捞出来。已经有蘑菇了，再放点这个胡萝卜。这个炉是烧气的。对，烧气的。啊，对，是自己啊，没有一伙啊，没有，应该有个队儿啊，就骑摩托车溜溜，一个人自由一些，方便一些，想去哪就去哪。你比方说我在这里停留30天，一个人就想停留就停留嘛，你要其他的谁会等你啊？是，不是就待好天了是吧？对，他准备咋办？哪走啊？大概明天嘛，等个快递。啊，等快递呢？对。啊，他准备奔哪儿啊？谁？你呀，上哪儿去啊？漠河吧。啊，漠河，那更冷啊。那得这帐篷受了啊？还行吧。漠河真冷，漠河那家都40多度。那没有，现在没有。现在是没有，现在都20多度了。那骑摩托车不就几天不就过去了吗？多冷啊！现在也没有20多度吧？有了，取暖了。我那边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在那里骑自行车的呢。现在也就-10来度。漠河得骑几天？你冷啊，咋骑的？5天吧，差不多。5天。多穿点呗。对，多穿点。你这身装备够呛啊。穿棉鞋。多冷啊！那你这鞋不行了，冻脚了，凉了。这个省饭吃，整挺好的。真孬啊，炖孬。那得啥？得气儿啊，这是啊。电呢、啊？这是、啊。气儿。气就是气罐，是吧？我还得驮着它这些。那它装得了我的箱子里啊？来，可以的。两面呢，两个都是。晚上自己还喝点酒吧。啊，喝点取暖的有了。是啊。白酒行，它冲烧面还有。喝点白酒取暖主要是。俩菜啊。没有，等下大锅烩，那烩得起啊。两个菜，这菜吃了不成的，一顿吃不了啊。吃不了，反正就明天就省点事。没啥得热乎，早着一吃一顿。对，也挺好。米饭快上气了，菜的话也切好了。这里有洋葱、火腿肠、尖椒和那个杭椒，这里还有白菜。土豆、萝卜、蘑菇，放一边吧。这是香菜，等下最后给大家放进去。这酒楼啊，喝点啊，多喝点，晚上凉。整点吧，东北大汉嘛，整点是东北的。他哪儿啊？浙江的。浙江的。有点像东北的，那你得东北风了。是浙江的，是安徽的。安徽啊。安徽啥地方啊？芜湖。哎呀，好地方啊，安徽芜湖。先把这个土豆什么的先煮一下，不然的话炒不熟。等一下，马上要烧开了，烧开了，累了。你晚上饭还没吃呢？啊？晚上饭还没吃呢？对，吃的呢。把它捞出来啊。炖一会儿吧。可以，等一下还要炒一下。炒菜了，炒菜喽！多放点油。好，爆锅了，爆锅了！先把肉划熟了，加一勺豆瓣酱，火锅底料。火锅底料放一半，
再把这个辣椒和洋葱先放进去炒一下。这家伙这挺能造啊，这一天几顿饭的呀？两顿呢？对，两顿饭，早上中午算一顿，然后一到晚上。早上几点钟吃饭呢？开饭的9:30，嗯，对，差不多10来点。不去晚了，这俩叫要糊了，兄弟们要糊了，赶紧先倒点生抽，把刚刚的这个菜都放进去。哎，再放一颗生菜进去，然后给它焖一会儿。夹个盖，把这个香菜洗一下，起锅放进去。上这地方还香。外面太冷了，现在把东西收一下，然后饭做好的话，直接到帐篷里面吃了。呜、哦，一大锅，赶紧给它稍微给它拌一下。哎，好，我关门嘞。好嘞，好，来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太冷了。这里是一个广场，所以外面的话有很多本地的阿姨叔叔们在锻炼。旁边也是个公园。哎呦我去。挺多水的。嗯，加了这个香菜特别香哎，哇，就是水没有炒干啊。开饭，吃一下这个蘑菇。嗯，我都没有放盐，味道可以。煮了挺多米饭呢，哦，慢慢吃吧。在这边天气严寒，必须得多吃点东西才能扛得住。这个是牛柳啊。今天蔬菜多一点，都是蔬菜。现在越来越冷了，以后就得多炖菜，冷了还可以加热一下，炒菜是炒不了，放一会儿就凉了。好像有的人，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香菜哦。刚刚到外面做饭手都冻僵了，现在到里面好多了，又手又感觉热热的，这样会不会得冻疮呀？好像就是这样的，非常容易得冻疮。我小时候就是得冻疮得怕了，所以我非常怕冷，冬天就得冻疮，那个手冻的这里都开裂，手肿的跟一个哇，本来是这么细，整两倍粗，太难了。所以我们小特别怕冷，感觉特别怕冷。长大了稍微好一点吧，我感觉。今天有多少种菜啊？挺多的，反正八九头十样我感觉有了。这一大锅也不知道能不能吃完啊。
吃不完的话就明天继续吃，米饭也煮的也挺多。感觉到这边太冷了，挺累的。今天睡了，早上起来剪了个视频，然后一直睡到下午四点钟，接近四点吧，三点多一点。哎呀，这边白天还是不冷的，太阳一晒，在帐篷里面还有点热。但是晚上确实是非常冷，米饭再来一点吧。直接放到米饭上面。吃完就休息会儿，一会儿晚上饿了再吃。吃完饭了，9:20，现在的温度是2度，最低温度是-2度。到晚上凌晨的话，应该就零下了。所以现在特别冷啊，真的特别冷。外面的话也没人了，之前的话还有本地的在这里跳舞、锻炼啊什么的，确实太冷。我必须得钻到睡袋里面才能扛过去，都在外面都感觉就是像这样的头就很凉。晚上帐篷里面的温度会不断的降低啊，所以的话特别冷。我现在把这个炉子稍微开一会儿，然后能够上升一下这个帐篷里面的一些温度啊，不然的话太凉了，就手放在外面都冻。烧一下能够维持个半个小时吧，早点休息吧。